怎么这么笨，跳个远都会摔跤？我的腿和头都摔出血了。那我们抓紧送你去医院吧。燕子，你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吧，待会儿就到医院了。好，谢谢你们。胖虎，你这法子真好，把那个臭燕子关进小黑屋，这作业还不随我们抄了？滚！哎，你们都在啊，燕子呢？燕子去捡摘草莓去了。摘草莓？不对劲，我妈种的草莓早就被蘑菇头霍霍完了，哪还有草莓摘？燕子到底在哪？在山上小黑屋。哎呀，这是哪儿啊？怎么这么黑呀、啊？我害怕。